眼神盯得紧得很，罚个战术角球，脚后跟一磕，马修斯空间出来了，平抽到禁区里，大门球进。这一次的进球来自于梁诺恒，梁诺恒进球了，这是他中超的首个进球，第18场第一球。但是这个进球所有的前提都在于浙江队的战术角球打成了，这是会让替补席上的球员，更主要的是让教练组最为兴奋的。吸引防守队员之后的脚后跟磕给马修斯，等马修斯在球门区边上拿球的时候，吸引了所有武汉三镇防守球员的目光，就把最危险的地方空出来留给了梁诺恒。再没有什么比打成一次练习过的战术角度。